哪一个地方我都是会很认真唱歌。对，对 ，Anywhere， 来欢迎大家这一首《慢了》。偶像，偶像。哦，我们也太享受了吧！吃大餐，然后好近距离哦，为我们演唱。谢哥帮我一个人收2000，好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呦。好像话都说完了，总是沉默对坐着，眼里是浓浓颜色，感情是偏执的，越爱越是偏执的，不相信我看到的，硬要说裂缝不过是皱褶，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，慢热的却停不了，还在沸腾着，看时光浪漫让你
评审请给分。好，Musa 为什么给出十分？很好听，很感动，很感动。对，赶快利用机会邀歌啊！谢谢老师。邀歌人直接直接谢，人家答应了吗？你要拜托啊，邀没有。宪哥一句话 OK 了，真的、啊，哎呦，谢谢肖老师，谢谢肖老师，明年才会交歌哈，明年没关系，明年已经要到了，已经到了，已经要到了，对，是你给两个礼拜，那个肖，好，那我们看另外一位评审老师 ，OK， 哎，来，我们雪珠姐，哎哎，为什么只给两分？对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讲话啊！我给十二分，十二分哦，满分一百分，他给你十二分。来了，妈妈讲一下，哇，感动哈，真的感动感动啊！没有现场听过这么触动内心，而且他歌声很真实，对，对不对？而且因为他真诚到他里面有一句歌词说：“怎么先吃热的却先变冷了？”哎，先吃热的，其他都变冷了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听萧煌奇的歌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一讲，你们应该会有同感、嗯，唱到我们心里面，真的，这个人当个歌手，因为他心无旁骛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一边在唱，我们一边吃，不违和，是是。什么话？我们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，我们偷偷吃啊，尾牙的感觉，本来就是尾牙。其实我也无所谓，其实我刚刚跟大家讲，我在哪里唱歌的时候，即使是前一阵子唱尾牙什么活动。我都会觉得就是，反正你们前面都没有人，我就是enjoy在我的唱歌的音乐世界，完全感受得到。所以呢，嗯，所以我的尾牙才会唱这么多场。其实对呀，就是这样。那能够问你一个事情，是是，因为你不可能有大字报嘛。对对对。啊，你歌词有没有忘词的经验？常常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跟宪哥一样编词进去，哦，自己 freestyle 进去。对，因为宪哥其实就是他也是很会唱歌的音乐人，对，只是就是被这个主持耽误太多时间，对对对。不然其实宪哥他的音乐是非常棒，我欠字比较多了。最近有一首歌刚刚有唱歌，对，但我没有听过那首 solo solo 慢慢 solo， 好阴险哦 solo。不是 solo， 他什么时候开演唱会？今年可能会有在这个高流会有演唱会，就有，因为其实一直每一年都有在做演唱会，有，因为那个去年的演唱会我就是黄绮老师的嘉宾，真的，对，那就是因为刚好没有人可以。老师，你那时候不想跟我讲了啦？我不是这样讲的，不然赶捷运走过去。麦安内老师是视力不好，他分不清美丑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视力你惹不起。我不敢反驳。那拍广告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拍广告啊！广告里面他还开车了，厉害厉害！最近有签新车嘛？有，跟那个李炳辉大哥也有。没办没办啊！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演唱会的时候，到时候大家一起来跟他捧场，一起参与一下。听他的歌真的很享受，很值得了。好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就再来一首吧。好，大热门要听的，想听的，哦，那就把点歌了。我没有点歌，有一些点歌了，观众点歌了，那就把它串在一起来唱给大家听，这样主曲就对。对对，男人人生三部曲，来现场朋友热情再尖叫一下，掌声鼓励。我们的话题是假，肯定也不会争吵，用玩笑让彼此解套啊。就算有情绪也消化得掉，你没有压力就好，让爱情被你主导，无所谓我够渺小，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糕，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，能在你身边就好，不怕自己过分乐观，也不需要答案，只要我的爱够温暖，不怕自己不够浪漫，从不感觉
仔细对我说他的疯狂，他不够浪漫。打开回忆让我俯瞰，仿佛我就在现场。心要多强壮才能够抵抗。你不小曲条歌时间一旦心情爱放好歌，我都知道漂泊的人到孤单，难免的无助总是会忧愁，有你来做阵就都无怨尤。兄弟来收听就不免理由，写一条歌，写你我命命，会属于咱一生上深的文章。一条歌为咱所做的纪念，慢慢啊唱，搁慢慢啊行。写一条歌，写你我命命，会属于咱一生斗阵的背影。写你我命命，会属于咱一生上深的痕迹。一条歌为咱所做的纪念，慢慢啊唱，搁慢慢啊行。写一条歌，写你我命命，会属于咱一生斗阵的背影。一条歌有你和我的脚迹，顺顺啊唱，搁做伙顺顺啊行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